却遮不住你心里的雨啊！我们索性把心灵洗一洗。忘忧大师佛法奥妙，但有一句话说的不对。接下来，我们和你一起走。师父，前路虽然凶险，但他们早是没有我相信，我一定能坚持走下去。金刚不坏，金刚不坏，打得你元神俱灭。伏魔者，你因我走火入魔，我便与你一同了却这段因果。他觉得功力在消散，无形功力消散的更快，悲天悯人。起上。 是当今用枪第一人，枪仙司空长风。我刚才你留手了，多谢了。不必谢。我的剑法虽比不上二师兄，但也练过几年。天下十大名剑第二，大门出去。 让你们受苦了，恭送叶安氏回宗。天外天等待少宗主回宗，我明白了。我欲乘风向北行，我欲踏云千万里，不见天涯，神不悔。 这层守阁的人呢？